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005集的播出。星期二的晚上了，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哇，我们夏天最喜欢的清凉的龙王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奉请龙王佛菩萨。同时我们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南无龙王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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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曼多摩诃那瓦日拉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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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龙王佛菩萨，南无龙王佛菩萨，南无龙王佛菩萨，南无三曼多摩陀那瓦日拉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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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歌比较短，我们再一次。南无龙王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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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曼多摩陀那瓦日拉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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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曼多摩陀那瓦日拉弥。南无龙王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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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曼多摩陀那瓦日拉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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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三。
Samanto Mudona Warilami Namo Samanto Mudona Warilami Namo Samanto Mudona Warilami这首歌比较短，我们接着来播放《丧尸星球》。昂格罗连城西地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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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我们都是莲花童子，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我们都是莲花童子，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我们都是莲花童子，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昂格罗连城西地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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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格罗连城西地哈。龙王降大雨，台湾的气象报告说，哎，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好像有梅雨会经过，哎，希望哦。神奇的风，风格罗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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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风。昂格罗连城西地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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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格罗连城西地哈。
神心意，嗡嗡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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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心意，啊啊咕噜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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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心意，啊咚咕噜连神心意，咚咚咕噜连神心意，咚咚咕噜连神心意。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啊。那今天是第1005集的播出。等一下，我还有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完。他刚刚帮我用了，我刚在联络一个同门的事情，嘿。再等一下，再等一分钟就好了。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今天是第1005集的播出，前面很多爱心。好了，回复到正常状态。哎，看看现场的同门啊，林玉珍、阿 Ken、孙中水啊、佩文、Lotus 妹，那张素珠的功课。哇 ，low and limi liu 哦，你是和风的哇呵呵，中文名字叫做什么呢？哎 ，Angeline Sun 啊、哦、的功课，还有这个黄玉珍、郑雅珍、丹丹 Dio、林秀英，那这个是于正红、陈林珍、Alan Wong 啊、那陈林珍的功课，这个吴秀吉的功课、王国辉的功课、Yumena 陈乔峰、Amy Yong。哎，这个郭玉长、黄晨、英灵卷、廖金长、威廉够、英灵卷、丹丹丢、baby 蛋、彩娟啊、彩娟的功课、James Lin 啊、心仪、张素珠、Ari、黄晨啊、佩文、Richard Jin、Amy Young、Annie Yap 啊、钟威凤、哎、心仪，哇，这个、Joanne Dio、丁威展，这个立冬带的功课，嘿、哎，孙中水、Lotus May。哎，这个张素珠Moon C Joanne Dio 大家都上来了，如果漏掉你名字的同等的，欢迎大家每天，自从我们这个贴出来，就是说哎，大家共同的念咒来回向新冠肺炎还有台湾的旱灾，几乎每一天都有人跟我联络，上次怎么付款？我成了过路的财神。我今天告诉个同门，他要扩大去招收，我说不用，一切都随喜。
而且钱不要捐太多。那个因为要现在是疫情期间哦，大家生活费也要留着哦，不要花太多钱。这个就是一个发心的哦，不用大家拼命出钱，拼命出钱，怕你们花太多钱哦，你们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用得到，对不对哦？你们就是小小的赞助我都可以，就是给正佛天光新闻台帮你们列名就好了，不用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担心你们。哇，还有一个问说，上师我要单独主持。单独主持一个要$500，那转过来还要手续费，但是呢告诉我们说希望你们把自己的生活费还是留下来，然后呢生活费有够用的话你们再量力而行哦，这个不是一直要教大家捐钱捐钱哦，什么都要捐钱，我真的我也很不好意思哦。那现在这个其实我看看这里就是这个礼拜的已经报了长寿佛的有已经有多达三个主持了，七月份的呢开始也有人要报名主持，有单独的主持，也有一些集资的主持，大家量力而为就好，不要捐钱捐太多，留着自己一些生活费哦，你们要够吃够用，然后呢其他贴功课就可以了。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大家，不然我的钱太多涌进来我钱收不完。当然如果你们真的是够用要发心，对不对，也是可以的，都可以，大家自己看着办。我这个是服务性质的啦，这个是服务大家的。好，小莲花季春 Lisa John， 好，不过功课可以常常贴哦，甘风力。那这个大地带哇，金冠娟的功课，Lotus Man 的功课，俊雄 Moon C， 功课呢多多益善没关系，刚才念十部正佛经算功，对呀、参加也算啊，参加功课也算，刘春梅，那现在呢跟大家介绍，介绍什么？介绍这个健康讯息哦。这个有的人皮肤长那个一粒一粒的小肉芽，像我这个颈部这边好像也有一颗哦，小小的，在哪里？好像在这里小小的，我不能再拉下去。这个手背这边也有一颗，这边也有小小的一颗小肉芽，那这个医生讲说这个小肉芽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那医生讲说是正常的增生，但是有四个征兆。小心恶性肿瘤也是要小心哦，医学上说皮肤长的这个小的肉瘤小的息肉一般是良性的，但是如果它变大，像我这个已经很多年了它都是这样子，那如果说它变大了或者流血出血就是恶性的，就要注意了。所以日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主任教授医学博士小川令他就要告诉你，这个一般更年期的女生，长得比较圆圆圆的有肉的，比较容易有这个小的肉芽，它常常在你的腋下、胸部、侧腹、鼠膝或者皮肤较薄的地方，容易增加脂肪的地方，平时不痛不痒，只有在手不小心勾到或者受到衣服项链摩擦才会产生不舒服，真的没有感觉，长这个都根本没有感觉啊。那它肉芽它有分好几种种类哦，意思是说如果它有增多，是因为皮肤老化或体质的关系，但是有一种是认为皮肤受到紫外线的伤害所造成的，有的呢是遗传基因或者衣服内衣或者动作常摩擦刺激也会长肉芽，但是呢这个皮肤长这个小的肉芽如果突然变大或者流血就要注意了，不要去硬给它抠给它拔，不需要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皮肤凸出来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受到病毒感染的病毒或者皮肤癌哦，如果它是这个有病毒的或者这皮肤癌的，它就是突然变大会流血出现黑色褐色颜色都变了，而且呢差不多直径有7毫米以上的，
就要找医生去特别诊治了哦。那么呢，这个衣服也不要买那个质地很粗糙的，一直摩擦身体哦。哎，如果是颈部长的哦，应该减少项链的佩戴，我是戴在外面的。哦，适当的涂抹一些化妆水、哎、乳液等产品，保持皮肤的滋润，哎，滋润。呵呵，哦，那有其他的问题呢，就要问一下皮肤科、整形外科啊，跟大家讲今天的健康报告。呵呵，啊，玉莹，哎 ，Edison， 还有这个啊 ，Marjorie， 哎，那个谁哦，六 S 四郑伯君啊 ，Inijun。谢谢你哦，尤俊啊，郑家珍、林伟展，捐款需要量力而为，对，哎，不用捐太多，别人是多多益善，我是叫大家不要捐太多，不要告诉彩虹雷当时，大家哎量力而为就好了，真的哎啊，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很发心哦，啊，要来哎这个。为健博天空新闻台来赞助主起，对不对？哎，回向新冠肺炎哦，还有台湾旱灾哦，也是非常欢迎。嘿，但是不是要大家一次就要捐很多钱很多钱？我就觉得哇，你们怎么呵呵最近哦，那常常跟我联络，私下跟我联络，哇，怎么同门好像新冠肺炎疫情哈、哦？哎，大家经济好像没有受影响，大家。经济还很不错的样子，哇，真的是很厉害、欸欸、我觉得说你们很有福分啊、哦、都是师尊给你们加持的、哦、好，林丽蓉 Lisa Jen 啊，好，哎、欸，这明白上师啊、哦，小金啊，心仪的功课、欸、所以呢，我不是那个要跟大家要钱的上师，要钱的上师不是我、哦，啊。那这个谁啊，阿丹利啊，罗亚波啊，国会的功课 ，NROO 的功课，哎，佩文、尹林娟啊，好，俊雄的功课，哎，你们哎，所有赞助的，然后那个钱凑齐过来之后，我就按照大概接近$500的这个数字，那用我的，哎，我是用远东的信用卡帮大家刷卡刷过去。那有一些不足的，嘿，大概少少的不足，我自己就自动补足了，嘿，大家就是一起细水长流啦，细水长流的意思，对不对？不过呢，也真的也是很好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们捐100台币啦，我讲台币啊，100、200，我觉得也不会很少，100、200。啊、哦，300、500也可以哦。有人捐整千的，好几千的，呵呵，哇！有人哎，直接捐500美金的啊，呵呵，哎，那个哎，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这里是说，希望大家生活费一定要够用，哎，哦、不要为了说哇，生活费买菜钱都拿去捐，哇，这个。现在又疫情期间哦，这个就会很辛苦哈、哦，都是很好啊、哦，要捐也很好，然后要贴功课也很好，要量力而为也很好，我们都是自由随喜的，嘿，其实说上师不会有很信任慧音上师，哎，现在慧音上师参加师尊法会的主起啊，都是很感恩，对不对？哎，你们这样子赞助了，有没有人有感应的啊？哦参加主起的，那你们回去之后有没有感应？有梦到师尊的，也可以接上来告诉我们一下。哎，好 ，Kelly Brown 啊，然后那个 Soaking Down 哦，还有谁啊？林玉珍，哎，那这个谁？李正国 ，James Lin 的功课哦 ，James Lin 很乖，哎，俊雄也很乖，每个都很乖。好，那那个谁啊？李玉珍的功课。所以呢，前几天跟师母讲，师母，我们正播天空新闻台5月30号到6月底，已经差不多募了10个主起。我想说10个主起已经很厉害了，大概，十个大概多少？$500是不是？5000块美金呢？结果7月份还有人要报名，7月哇，要报下去，对哦，我要报一整年。我是愿意为大家做这个服务啊，因为我都我
我不但没有赚，我还要贴。你们如果有一些手续费有少的话，我自己还要补。所以我是完全都没有拿，完全都是服务的性质。那那个你们要我继续做这个服务呢，我还是可以啊。MCO 被关在家，那这个你们愿意我做这个服务也是可以啊。然后我是担心做你们的生活费而已啊。那大家都要做得很开心，很开心就对了。好，哇，我今天怎么那么唠叨？邱淑慧，怪风风啊 ，Kelly Brown 啊，你真的功课，张登云副师姐 ，Soaking Down 啊，那这个像是八年前你在井前面也是有一个小肉芽，对不对？啊，好，上师师尊的大驾驶你全部出齐，啊，那洗澡的时候洗澡的时候怎么样？哇，这个干锋利的看不到哦，不慎的时候碰到会痛，哦，又剥落，连伤痕都没有哦，好，健康就好了哦。好，那个虚灰菜啊，郑金发、罗丽华啊，一直有同门一直留言，名字念不完了，何香藤，好，没关系，如果。命运，我的命运，大家一直增加主体，那就随这个命运。你们觉得 OK， 那你们就可以，哦，还是会很关心大家的生活，大家的经济状况哦。希望大家参加的主体都得到师尊的加持，对不对？然后还有免费的，就是礼拜六的念咒经瑜伽，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只要你来参加啊，我就祈请这个主尊给大家加持。这个礼拜的主尊，你们想猜猜看是哪一尊呢？我想奉请爱染明王金刚哦，爱染明王金刚他就是金刚萨埵，他的变化身。那除了敬爱哦，他其实习真怀珠他都有，他那个可以扫荡哦，因为这个金刚明王护法哦，你看他是红尊敬爱尊，他也是他的那个他有个狮王宝冠，对不对？他本身他这就是有降伏力，师尊有传一个法哦，那个观想你要念他的咒哦，那念30万，好，至少30万吧，那跟他有相应的力量，然后再观想控制，哈一口气控制，然后再拍在那个附灵人的身上，可以驱魔。那爱染明王，当然他的做的那个红色莲花，然后下面有宝瓶，金刚宝瓶也是真材的，他的金爱剑射人射众生，射众生一起精进，对不对？一起修法，一起读师尊文集。一起来看我们的读书会直播了。好，所以这个礼拜六哦，念咒经瑜伽爱染明王，我们祈请爱染明王来为大家做中回向，请大家告诉大家，哈哈，左边邻居告诉右边邻居，前面邻居告诉后面邻居，哈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篇文章，叫做爱无常哦，爱染明王的甘露水法可以驱毒，对哦，这个 Gary Nupstay 哦，好，谢谢的你的功课，张瑞文的功课，林慧金、郑金发，这个谁讲爱染明王的是可以驱毒哦 ？James Lin 对不对？上次你讲爱染明王，我就记住了，对不对？啊，甘露水，甘露水法要怎么用？你还记得吗？不然我要找资料哦，好，很感恩，对不对？你们感恩我，我也感恩你们，大家感恩在一起，爱在一起。如果这个新闻台没有大家，就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感恩我，我也感恩你们哦。好，那师尊常常在讲这个无常啊，无常就是释迦牟尼佛常常提到的三法印：诸法无我，诸行无常；第二个法印，第三个是极净涅槃。那师尊常举一个例子，他说，付费去西雅图，没有关系，这个是你们赞助，我也要赞助。那我赞助的方式就是补足那个手续费就好了。也就是每次我也赞助一点，赞助一点了，大家都是一样的，嘿，真的哈。
好，那那个诗恩讲，就说常讲一个无常的例子，他讲说有个女的英文老师站在台湾的联合报的大楼下面，跟一个学生的那个家长在讲话。啊，大楼有块瓷砖嘣掉下来，正好砸中老师的头，哎呦，那老师应声倒地。嘿，你知道呢？那个有五雷，有那个当然有天雷哦，有水雷哦，就是那个淹水的。哎，那个地雷就是那种土的哈，像那个瓷砖打到那个是土雷啊，金雷的话就是被金属打到的，对不对？哇，各种的雷，那这个算是土雷。哇，这个老师就应声就倒地，根本就来不及想，前一秒后一秒竟然人天永隔了。哇，我今天看那个台湾的新闻啊，讲到新冠肺炎啊，差不多有死亡人数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400多个，才短短的嘿一个月多吧，一两个月就有400个人罹难。台湾的全台湾人口大概至少有2000万人，然后400个人罹难。如果师尊知道的话，他会不会又掉眼泪会哭哦？前阵子跟师母联络，师母告诉我说，师尊最近为了众生哦，也会难过流泪。你们去看那个，千艘法船。这本书对不对？我说师母，我有看这本书，掩面大哭啊！前面几篇文章，师尊呢想到新冠肺炎罹难的众生，师尊流泪。师母说真的，师母真的是那种慈悲众生的苦啊，在流泪。所以我今天看到新闻哦，那个家属讲说，哇，之前还跟家人在讲话，在怎么样，然后呢，他只是换一个轻微的症状。可是呢却没有被纳入作为治疗的对象，然后就白白的牺牲生命，然后就这样子就走了，全家人都非常的错愕，这个是不至于死的，可是因为治疗完了一下子就走了，人就这样走了，前几天还在讲话的人的家人竟然就人天永隔了。你看看那这篇文章，这个老师只是在跟人家讲话，学生家长讲话，然后呢那个上面一块瓷砖正好扎到他的头，哇，扎到他的头他就走了。所以你说是不是无常呢？心仪说从参加念咒经瑜伽他有感应哦，每个星期六的报道，对哦，我们的那个念咒经瑜伽，尤其是做特别的总回向，不收费的感应特别大，完全不用报名费啊，反而感应很大。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慈悲跟师尊的慈悲，对不对？好，还有谁 ？Hnew 的功课，对，我们师尊给新冠肺炎的众生超度，他也没有收费吧？我们跟着师尊的精神哦 ，spiral dance， 所以自己报名不用麻烦上师。好，如果你们谁要用真佛天空新闻台的名义报名，麻烦告诉我，然后呢，我也会一起把它公告。那而且呢，要用真佛天空新闻台的名义，让我知道哦，因为我是召集人，我有责任要去了解哈。都是很发心哦，像 spiral dance 就是用我们新闻台的名义哦哈。李莎琳的功课，心仪我也一起付费分摊，没关系啦，我还没有饿死。Chanel 的功课，Melotus 哦，好，那这个Daria 你好，刘碧香，这个林慧姬，然后这个谁哦，又上次对你有跟我讲，没错，好，那继续再讲无常哈，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个罹难的这个老师呢，师尊对他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因为他全家人都是真佛宗弟子，就是他不是真佛宗弟子。然后呢，再一个故事就是，师尊呢有一位弟子要结婚了，那结婚是欢天喜地，都对一对新人从认识，然后呢，交往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呢
就走到这个婚姻的礼堂，那两家人在一起应该是非常的快乐，结果发生了一个意外，怎么样？这个新郎的爸爸高兴的骑着摩托车上街去买一样东西，蹦的一声竟然发生车祸了，新郎的爸爸死了。这一天新郎娶新娘，但是爸爸不在了，爸爸往生了。这个是要办喜事还是要办丧事？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听到这个消息师尊也是非常的难过。还有呢，师尊讲到那个台湾以前某某总统，对不对？昔日权力最高，当到总统，可是呢，因为某种缘故，然后从总统最高的地方走下来，然后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新闻台湾的人都知道。那师尊讲，韩国也是。韩国最多总统被枪杀，不然就总统自杀，或者总统被判刑，这个都是当权者的无常啊。那所以你说，要羡慕有钱的，要羡慕最有钱的吗？要羡慕最有权势的吗？那无常大鬼找到你的时候，这个谁也躲不了。所以师尊呢，接下来讲他最欣赏龙树菩萨写的一首偈哦：生命在万般病痛中纷乱飘摇，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自己没有不去遇到无常，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只能把大事化小。可是呢，如果真的是无常道的话呢，不然的话，你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头痛，有背痛？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有这个肠胃炎的问题，然后呢走到双梭罗树下哇倒下来，身体非常的虚弱，还请弟子弄水给他喝，还喝不到水。你看看，如果无常，你说已经修正成佛了，要不要面对无常？对不对？仍然还是会面对无常的。哇，生命在万般病痛中纷乱的飘摇，比溪流的水泡还要脆弱，看看这个新冠肺炎罹难的众生，多少人？他只是没有拍那个纪录片。你看到那个有时候那个新闻，我觉得新闻的画面有时候可以拍一下，让大家去警惕，让大家去这个注意啊，自己的走出去要如何避免这个病毒，而且更精进的修法，对不对？我看到一个纪录片，他说这个像溺水，你游泳，然后不是游泳掉到水，然后你刚好不会游泳，哇，就沉到水底，然后都没办法呼吸，对不对？像溺水般的痛苦，因为呢没有办法呼吸，如果没有快乐缺氧，然后是真的是痛苦缺氧，对不对？没办法呼吸的那种，像溺水般的那种痛苦，所以呢，这谁讲最伤痛的就是在无预警的意外之中，没有留下言语交代一切。那时候新冠肺炎在去年的时候呢，看到美国的新闻他就讲说这个亲人被送到医院，然后呢就是。也没办法交代医院，一送到医院之后就是准备等死了，天人永隔了，再也见不到了，他就是在医院慢慢死了，因为已经就是要么就是呼吸器不够，那这个大家都在等这个呼吸器，去年刚开始爆发最严重的时候，真的是人天永隔，Billy Ong 还有Xin Qiulin，雍俊冠，对不对？哇，这个很难逃。上次斯拉玛玛兰斯拉玛玛那嘎嘎弯毒啊，沙漠啊，神木啊，后面那句我不知道什么意思。白天够的功课，刘星够，李永玉，罗亚够，
没 Lotus 哦，好，没 Lotus 的功课，李正国的功课，嘿，好，那我们再来讲。所以呢，我生命中是真的是非常的脆弱，沉睡中每个气息呼出而又吸入，能活着醒来是多么的微妙啊，多么的奇妙。你们有没有睡觉做梦，然后被鬼压？哎，对不对？那这个大家都有被鬼压的经验，或者睡一睡，哇，不能够呼吸，有的是梦到自己被鬼压，然后不能呼吸，哇，一直挣扎，一直要醒过来，哇，挣扎挣扎，哇，醒过来，哇，好喘啊，对不对？哎，那新冠肺炎的终身是连这个呼吸，哎，非常的辛苦，听说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呼吸，不然就是要靠呼吸器。哎，那你说印度的更惨哦，啊，呼吸器，呵呵哦，马来语也会啦。那个印度的更惨哦，他们在新冠肺炎大爆发的时候，那个整桶的呼吸器哦，还要用地下的黑市去买，然后呢，要逃出国的话，机票又非常贵。那印度的那边平民很多，你看多少人没有呼吸器，还有呢，有人拿那个用过医疗用过的口罩，把它洗一洗又拿去卖，哦，黑心的商人赚国难财的也有，后来被抓了，哦，所以你看人间哦，有的无常，哎，那有的人有的就这个赚了这个黑心财哦，那人间真的是炼狱一样，对不对？最严重的终身要一直带着氧气罩，而且新冠肺炎好了痊愈的人哦，会有后遗症。哎，江威凤说以前常常被鬼压哦，哎，后来所以我们要修明光法啊。好，梅凤你好啊，马杰尼玛嘿啊，那个马杰玛，沙亚比萨巴哈萨斯里给，我只会讲一点点。迷你翁，肖佳瑜啊。师尊最后讲啊，他说以前常常看那个帮人家看风水，嘿，然后帮人家进金，这个金就是那个这个王者火化之后呢，这个骨头会按照这个要装在那个瓮里面哦，然后要那个排列，要排列，好，哦，这个进金的，嘿，然后呢有晚上进金的，师尊呢有个体会啊，眼看他人死。然后心中热如火，不是热他人哦，快快轮到我，哎，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生命最终的时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亲人的白骨哦，就像2011年我这个妈妈送完我妈妈最后一程，然后火化，那由家中的长子啊，哈，按下了那个火化炉，哎，那个是一个仪式，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的。按一下轰，然后呢几千度的热火啊，在烧这个亲人的遗体，我们可以从透明的那个小玻璃看到了里面是熊熊的烈火正在燃烧，哇，那个很多的尸体就一个排一个的，哎，而且你没有经过那个焚化炉那边，你不知道说台湾的地区一天有多少人哎，往生了，真的是大家是排队，排队火化，排队焚化，嘿，哇！所以你可以看看，然后呢，要烧好几个小时，嘿，可能要烧这个，我忘记几个小时了，要烧很久。那第二天，这个那个火化的灰，那个亡者的灰啊，骨灰拿出来，就看到了粉红色的。我妈妈身体是粉红的，还有雪白的，还有五色的舍利花，嘿嘿，哇，这个但是呢而且我妈妈的舍利花我们把它扫一扫，装在那个瓮，整个瓮的法流很强，我弟弟抱着那个瓮，哇，整个法流一直铸造，哦，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妈妈往生应该是很不错的。然后隔一年师尊圆桌问世，那个时候刚好有，我刚好就写说莲花月兰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走，嘿，把妈妈的生日跟
死亡的日期啊写上去，哎，递上去。那那个莲花月兰，没有人知道说这个是慧君上师的母亲，我也没有注明哦。结果呢，师尊呢啊，用圆桌问师一问，他说莲花月兰已经到佛国净土，哇，我那个眼泪都差一点要飙下来了。啊，现场的人说不要再问师人的亲人往生的事情了。可是你知道吗？被问到知道是往生到这个佛国净土哦。真的是非常的雀跃，非常的高兴。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亲人的那个骨头哦，那我妈妈的骨灰呢，我们送到了那个台湾雷上寺的西方净。那一下呢啊，有一些是我用一个玻璃罐装着，然后供在我的坛城啊，修法的时候就一起加持，也是一起在回向，看到了他的骨灰，对不对？曾经是母亲的脸，曾经是母亲的皮肉，这个骨头呢，曾经是被肉包起来，被人的肉血肉包起来了，人走了，火化了，皮肤几乎被火化了，剩下骨头，留下了这个骨头，虽然是一个念想，一个纪念，可以看看人生到最后是什么，一把骨头，真的是气归于气啊，基督教讲气归于气，土归于土，我们你我将来也是一把骨灰，也是一把尘埃，一把这个尘土一样，你看看是不是真的很无常啊、哦？所以呢真的是不是热他人快快轮到我，我说这个今天的金头脑题目是说什么，在这篇文章里面哦，师尊告诉我们什么是第一重要。好，师尊讲真诚的思维观修无常，从这一刻开始不要懈怠，不要偷懒，不要轻忽，要把握住了、要把握住佛的光明，在死亡的那一刻到来，你要确定你能够往生，这个此为第一重要。这个是师尊在这篇文章叮咛的哦，所以前面讲到无常，后面的无常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的无常、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真诚的观修无常、哦、要去观修无常，从这一刻，从你现在听这个直播，从你现在看师尊的这段话开始，你要常常去观修无常，不要偷懒，不要懈怠，要把握住佛的光明，在死亡的那一刻到来，你要确定你能够往生、哦、所以礼拜六我们念咒经瑜伽，常常带大家做入我入，我们都在练习往生了。好啊，心仪有经历过亲人离世去的伤痛，才会知道那个伤痛是如何的痛，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你们如果 Google 我现在试着 Google 看看哈，那能不能找到莲花月兰那篇文章，月亮的月，兰花的兰，我看看，莲花月，然后呢就由我母亲往生的情况的那篇文章，看看现在还在不在。莲花月兰，哇，因为有新的文章贴上来的嘛，目前找不到，要往下找。莲花月兰往生记，我看看写莲花月兰，再写个，再加上一个往生，看看有没有往生，哇，变成往生纸。好，慢慢去搜寻，有照片，那个是因为那时候的网络还不是很发达。有照片，你们要找吗？那我就写找，再找一下莲花慧君好了，看看有，
莲花月兰师姐，哦，要打莲花慧君、莲花月兰哈、哦，这篇文章才有，哇，然后，嘿，找到了，嘿，这是 Google 搜寻莲花慧君、莲花月兰往生这篇文章，然后在那个随意窝的这个。那个刚开始有，诶，这个是什么广告？一开始就有广告，诶，这个诶，哦，好，把广告按掉，诶，一开始有这个我的封面的这个，诶，这篇文章，诶，这个是我妈妈的骨灰，王周月兰，有没有粉红色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粉红色的？再拉近一点给你们看，嘿，这个是真实的照片，整个都是粉红色的。粉红的还有白的，嘿，而且哦，现在还是那个相机照相的效果，现场是很红的哦，粉红的，嘿，我妈妈的骨灰，哇，终于找到了，有没有？嘿，所以我不是吹牛，是真的，哎，哇，你找到了 Alan Wong， 嘿，哦，我的妈妈，嘿，好，好，人生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嘿。好，看看 Alan Wong， 谢谢哦 ，Alan Wong 找到皮克邦的哦，哎 ，Phineas 啊 ，Josephine Yan 徐月一，还有这个So Dan Roe 对不对？哦，连杰哎，你们去看就知道 ，So Willie 小 Jackie 哎，哦，人生无常啊、哦，哎，鬼压是什么原因？嘿、哎，有时候是你太弱了，然后你的敏感体质哈。嗯，身体的敏感体质、哦、那每个人的原因都不一样、哦、有的是有业障，前世的因果业障，或者这一世的业障没有超度也有、哦、哇，也就化众生要那个、哎、也就化众生一定要带氧气罩、哎哦哎、以心、哎、对啊，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努力，对不对？连少法师、哎、好，我们节目中间一起来奉请根本传承，好，那也感谢师尊超度我的母亲哦，哎，我们来唱上师心咒。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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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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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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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悉地吽。感恩伟大的师尊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无常，那无常的故事有很多，无常的事件也有很多，那也感谢往生的亲人以自身的往生临终告诉我们临终的心要
以及临终往生的实践，让我们上了一个真正的人生大事的一课。他们也是菩萨在教导我们，这个伟大的这一刻我们每个人都是要面临的。那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师尊一直告诉我们临终心要，无常的心要，我们将来如何面对自己往生的那个重大的时刻？感恩师尊，我们会跟您好好的学习，学习你的菩提心，学习你的精进，会忏悔自己的业障。愿您常住世间，常转法轮，无住涅槃，菩提安康，一切度众的事业吉祥圆满。唵咕噜连声喜吽。好，时间的关系，赶快来介绍下一篇功德回向。那师尊呢，有位弟子哦，他是白人，呵呵，外国人呢，每次供养师尊多少钱？5元美金，哈哈，5块钱的美金。那他向师尊顶礼，可能是经济的问题，想要供养师尊。那供养师尊没有很多钱，可是还是要供养。那他供养这个美金5块钱，还写支票。我们台湾人如果是那种少少的钱，我们是绝对不会写支票。不过美国人他们就是他们可能开支票已经习惯了，他就写了支票。问题是师尊呢，他就是他也没有管理这个钱就是交由其他的工作人员去负责去处理。结果呢，其中这个5块钱的美金去银行要领回来的时候，原来他的账户已经没有钱了。这个被退票，一来一往这个被退票之后呢，这个师尊因为接受这个钱还要被赔多少要倒赔20块美金那他的每次供养5块美金呢，不是只有一次，是4、5次，每次还要倒赔20块美金，对不对？哇，所以他要供养师尊是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知道是不是他账户没有钱师尊跟他摇摇手说 no。 那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结束了。过了不久，师尊在梦里面然后有位金刚神就对师尊讲：卢师尊，你忘记给他功德回向。哇，师尊说开什么玩笑，他每次供养我每次还要倒赔20块美金，对不对？那还要给他功德回向吗？金刚神说是的，你应该给他功德回向，他给你5块钱的美金是真实心的发心。哇，没有钱所以你说那个释迦牟尼佛时代不是有个贫女一灯吗？一个阿婆她很穷，对不对贫穷的贫，女儿女婿的女贫女一灯点灯的灯，她没有钱，看到人家在供养如来，她想供养，可是没有钱，这样就也卖她的头发，拜托人家咬她的头发，她把它剪下来，然后去换了一盏小油灯，后来好像是魔王就是有魔障，对不对？起了大风，大家在供佛的灯大的小的全部灭了，就是这个贫女的这个灯没有灭。这个灯呢是最诚心供养的灯，是信心之灯，所以佛菩萨他不会看你。所以我各位同门，你们说报名主起，对不对？也是一样，只要是真实心供养都是殊胜，不论多不论少。嘿，你们贴功课也是一样，真实心贴功课也是一样，不论多不论少。你有时候很忙很忙，你只有那5分钟10分钟，可是那5分钟10分钟你却是很真心很真心哇，念了50遍的上师行咒那个真实心念咒那不得了，也是真实心的供养。金刚神竟然会发现这个道理，然后他告诉师尊5块钱美金他是用真实心来供养。嘿，所以呢这个真实心师尊就要功德回向。
哇，所以呢，最近念做金鱼家，拼命回向给大家，总回向，怕欠了你们的功德，对不对？在新冠肺炎期间啊，其实也有同门也有供养上师，对不对？这个不能讲说出家人就是，当然是受人天的供养，可是他是有精进啊、守戒哦，还有种种的修行哦，得到人天的供养。可是也不是应该的，还是要功德回向。所以看了这一篇，如果我欠大家的话，赶快念咒经瑜伽，赶快回向给大家，不要欠你们。不过读书会直播也是供养大家，对不对？因为我是很真实的，很真心的，所以每次在读书会直播之前修个法，然后回向说，哇，那等一下的读书会直播希望师尊加持，然后把最好的最美好的智慧奉献给大家，不要讲错话，上师要你的功德。没有了。好，那这位发菩提心其实大悲心的行者就是应该要交给发心的弟子做功德回向，所以呢后来师尊呢真的是修法回向给这个供养五块钱美金的这个弟子，祝他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资粮具足。哇，能够得到师尊的回向真的是很殊胜。不过虽然我跟你们讲说你们报名主起，对不对？你们这个报名主起，第一个不是为自己报名，你是为公而报名。你们的那个发心是很伟大的，是很是虚空功德。虚空功德呢是空也是不空，空的时候呢是本来无所得，不空呢是因为你证得空无所求，所以呢福德功德更加的圆满，更加的虚空整个虚空遍满的功德，它是会有这个很殊胜的忘记讲报名诸起的功德对不对？因为你们是为所有新冠肺炎的众生报名，然后呢你们也是这个为台湾的旱灾报名，你们是为众生的。难道你为众生佛菩萨不会加持你吗？都会的你放心好了，都会的，只是你的心无所求，对不对？所以呢我要讲哦，虽然说大家量力而为，但是呢已经有报名诸起的哦，还是要告诉大家真的是功德无量真的是发心哦所以呢这个师尊呢一样哦，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逢凶化吉，道心坚固，资粮具足来回向这件事情呢让师尊想起一个偈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哦，如果不修行披毛戴脚环所以这个去弘法同门请上师吃饭上师接受同门的供养，你以为就是那一口饭就是那么容易吃吗？如果我在接受大家的供养不把佛法也跟大家报告的话，我等于白吃了大家的供养所以呢我在接受同门的供养的时候呢，我也会同时在吃饭的时候把师尊文集介绍给大家，师尊开示讲的修法介绍给大家，就是还这个供养你们用食物来这个给上师，那上师用智慧师尊佛法的智慧再供养给你们这个就是一种回向应该要这样子所以师尊讲台湾的刘文清上师就是莲庆上师他生前也供养师尊劳斯莱斯还有雷九斯车那他在这个莲庆上师在他往生的时候，师尊回向他正神足通往生佛国净土。那莲庆上师的夫人到了吉祥天，刘上师呢则到了净土。还有这个西雅图的哈尼法师姐他供养师尊车有 Bentley 的，有劳斯莱斯的，有玛莎拉蒂的他说只要师尊需要什么样的车他都要供养。哇，这个师姐也是很有福分很有资粮，那师尊也回向愿以此功德回向功德大，
身食衣食丰盈而有余，永远跟善知识成为有缘的伙伴，证得无漏之国位。哇哇，他的福分很大，对不对？哦哦，给他回向到功德天，所以呢他将来也是衣食无缺，而且呢他的同伴里面都有善知识会跟他一起精进的修法，最后证得无漏的圣果，就是佛果。哇哈哈，这个就是供养的殊胜呢。我们来看，大家是有钱出钱，有钱有力出力。好，秀敬张平啊，舒淇师姐，对不对？甘凤丽，甘凤丽在回答着美娥。嘿，那马杰丽妈说对，回民就功课啊，回民就功课心意啊，真心诚意。袁小梅，这个是谁？林子莹的功课。那这个丽莎琳姜威凤，嘿，感谢师尊上师大家。那这个大家如果有漏掉你们的名字，同等的欢迎大家。节目关了，NG。好，节目最后，哇，还有两分钟，节目最后我们跟着伟大的师尊一起来奉请阿弥陀佛，唱南无阿弥陀佛的圣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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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感谢师尊加持，佛菩萨加持。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所有以真佛天空新闻台的名义这个参加师尊护摩主持来回向新冠肺炎台湾的旱灾，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留言功课的同门，也感谢所有参加我们读书会直播的同门还有重播的同门，通通感谢大家。你们大家功德无量，你们功德最伟大。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两篇文章，无常，只跟介绍几篇无常的故事，最后告诉我们怎么样真诚的要思维观修无常，要把握时间，不要懈怠，不要偷懒，要把握住佛的光明，在死亡的那一刻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要去观修无常。第二个就是功德回向，讲到说有一个人常常供养5块钱美金，他的支票放进去之后还倒赔20块美金，这个人供养4、5次，师尊都不想接受他的供养，可是金刚神却告诉师尊要把功德回向给这个人，因为他是真心的供养，真实心供养，真实心供养不在钱多，不在钱少，而是他的心很真诚的，就像大家现在一样在发心念咒回向的，参加主题回向的，所有种种行善的都是真实心的，所以师尊就回向他，那个逢凶化吉，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那个福德能够具足，道心坚固，资粮具足。那师尊也讲到说莲性上师也供养然后莲性上师师尊也回向他，往生佛国，具神足通，
他的夫人到功德天，莲信上师到这个到佛国净土，哈利法师姐供养师尊的车辆，师尊也是回向他，不但是今世衣食无缺，而且有善知识常常在他的旁边，而且呢这个将来可以证得无漏的圣果，哇，这个都是供养的力量。大家这个用真实发心去做就是了。谢谢师尊，哇，大家要抖足精力，这个是谁啊？感恩师尊，对不对？有没有来张登宇？感恩上师指导法义，供养是佛子本来的心意啊！谢谢你们，门先亮啊！好，刚刚那个留言的，你们自己慢慢看。好，谢谢师尊的开示，我们给师尊救命，爱死了，亚比布里布里，欢迎大家给我们按赞、转贴、分享。如果想加入会员，在我的脸书首页小人像的地方按一下追踪就可以了。那明天晚上，今天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今天是星期二，我把它记成星期三。啊，明天晚上星期三，我们9:30不见不散。莲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空中再会，拜拜，么么哒。